劝。关注三十一对班请准备。呢個係啊蔡李佛高手啊陳信明師傅嘅刀足嚟㗎，135啊呢三人最好揾啊，做咩啊？本身最紅嘅135。唔係呢班馬騮太細。大家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李文俊嘅小平拳啊！多成兩分鐘啊，冇翻咁上下氣力咧，都展現唔到啊！好嘅，跟住落嚟咧就係關素心啊。